要太咸了吧？啊？饭咸味儿的。徐六姐，吃甜面，那个吃甜面里面。这外面也是你们的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那你的声音好听。周总，欢迎。好好好好好。有三碗馄饨啊。那你换碗面就是了，它没下吧？它这个面好像挺呛的，看着。不呛。啊？不呛。来，青椒丝，两碗青椒丝里面。哎，你的。三鲜面啊，好，来来，把这蟹下下去，下去我们就下不了面了啊。啊，是的。这是两碗的啊，这是拿配碗啊。
香港16点。能配完配完，他这两不要松下去，改天再画就行。旁边就是主讲。你怎么知道馄饨熟了呢？馄饨熟了你怎么知道的？馄饨熟不熟我不知道。OK OK。他不有时间吗？大概哦，还是有时间啊。这家馄饨老是下烂。筷子，桌上有筷子。有这个，这边有，这边有，喂。买两勺子给你。那是一个人的啊、哦。买的哪个呀？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过来的。